比那个房间是小，不过他这个床品确实不像五星级，而且枕头就一个。快点了，给你。你先给我录也行，录了吗？不好看，一点不好看。多好看呢！不好看。这么好看，你在这照一个，来照。我们现在去哈尔滨的松花江畔。从皇后纪念塔那儿穿过去。这条路原来有吗？没有，后修的。后修，原来就那儿是吧？特意铺成这种中央大街一样的，是吧？哎，丁香，丁香要开了。我说丁香，你不用上去啊。你要说丁香，路肯定跟路丁香了。是路丁香，可是你路太快了，你路太快了就没有用。什么感觉呀？没啥感觉。几十年。这方尖塔什么地方？往那边简直走。这还有多少米大概？呀，看走多快吧，普通走得走20多米。哦，那我们要是去中央大街，从这儿走就行，是吧？中央大街跟它挨着，往方尖塔转过来，这趟街就中央大街。哦，好的，谢谢啊。哎呀，这太好看了！我喜欢这种调调，来。不行，我一定要照一个，来，或者你给我录下来，来，不行，哎，你过来，我不照，我要录下来，快来，你说，看别人就像谁欠你，是啊，你不给别人诈骗，欠还得非得跟你服务，还笑脸相迎服务，不一样的，跟这个环境可协调，能照着这个原有的房子的感觉吗？